18世纪后半叶发生了两场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伴随着这两场革命，近代自由主义的保守与进步之分就此展开。自由是有待实践的理论，还是有待巩固的成果？这两种可能性的背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路线。一种是透过强势的进步迈向理想目标，一种是通过渐进的完善保守珍贵的遗产。借着两次革命，将这一分别清晰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正是被称为英美保守主义创始人的爱德蒙·伯克。爱德蒙·伯克1729年生于爱尔兰，1765年进入下议院。在此后3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长期担任辉格党的主要发言人。伯克同情美国独立革命，对伯克而言，美国革命本质上是保守派人士针对英国王室创新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他认为符合英国的政治传统。1775年3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了生平最著名的演讲，论与美洲的和解。他认为镇压美洲殖民地不仅是对美洲自由权利的践踏，也是对英国自由原则的践踏，是对英国宪法的践踏。伯克呼吁与美国殖民地和解，他论证了美洲殖民地是不可以被征服的，英国若动武以保持主权，只会导致主权的全部丧失。然而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先是在1790年2月发表演讲，公开反对法国大革命，接着在11月出版了《反思法国大革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一周之内出售了7000本。伯克对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极为不同，但背后的保守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要保守的是英国的宪制和其分权传统。他认为纵观整个欧洲，英国的这一体制是最有利于自由和秩序的。伯克说，英格兰宪制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所有阶层的英国人，确保他们的自由，他们在司法上的平等和体面生活的机会。他捍卫这些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是新发明的事物，而在于他们是古老的特权，为悠久的实践所保障。伯克是主张自由的，因为他是保守的。而那些鼓吹激进愿景的革命思想家无法理解这种思想框架。终其一生，伯克关注的是正义与自由，在他眼中这两者紧密相连。自由是一种受法律限制有明确内涵的自由，其边界由习俗确定。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伯克憎恶抽象的东西，这里指的不是原则，而是夸大其词的一般性结论，不考虑人类的脆弱以及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和具体环境。在伯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无视传统和宗教，一心追求抽象的自由平等，最终只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和自由的根基。比起法国那些乐观的革命派，伯克更加理解人类的缺陷。他成功地预见到法国大革命以争取普遍而抽象的自由平等开始，却将以接受一个军事首领的独裁而结束。历史证明伯克又说对了，对18世纪下半叶的两次革命发出准确预言，伯克确实堪当英美保守主义创始人之名。面对18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和卢梭学派的浪漫解放思想，伯克诉诸于传统和宗教的力量，反对理性至上，打破人们对完美人性的憧憬。伯克阐述的保守主义观念来自于他对民情的认识，
也来自于他的信仰中对上帝护理的尊崇与信心，还有对于人类本性的清醒洞见。伯克用这些源于基督信仰的保守主义观念，有力地回应了当时的激进思想，而这些共同观念构成了英美保守主义的后续思想脉络。1790年以来，在所有大国中，只有英国和美国没有发生革命。是什么样的共同观念让这两个国家能够持续抵挡那些始于法国大革命，后来又不断发展的激进理论和社会变革呢？英美保守主义的精髓何在呢？请关注晨光学会英美保守主义系列的下期视频。